首先打开它，这是打开哈，这是一推它就开了，开了之后，把这个的，把这个螺帽松开，松开的，这观察杆就拿出来了嘛，拿出来需要多大的，你就换上多大的，再放进来，放进来，再把这个螺帽上上。上的时候，上的时候一定要调正它啊，就是到了最后紧的时候，因为它这里有一个垫子嘛，紧的时候尽量紧一些，是手紧就可以。不要用其他工具紧，手紧。换上多大的杆儿，然后把这个硅胶嘴换成多大的？硅胶嘴就是把这个帽拿下来，把这个拿下来，里边有一个硅胶，换上相应的硅胶嘴，嗯。然后把它锁住，锁住就可以了。嗯，对，这就是换观察杆。